南加州的新兴城市穆列塔，由于居住品质高，医疗教育也很完善，最近呢是被外界认为是一座高潜力的新兴都市。因此呢，穆列塔市还特别联手了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来举办招商说明会，希望可以吸引到更多的华人企业进驻。整齐划一的社区，超过50座公园以及大型高尔夫球场，这里就是南加州和平县的新兴城市穆列塔。尽管人口仅有11万人，然而凭着完善的开发与教育，市长与副市长现在更呼吁华人企业进驻。We offer a quality of life that's unsurpassed. When you look at our air quality, you look at our schools, you look at the investment that we've made into our community.It's an amazing thing. 特地选在南加州的华明胜律师事务所举行城市招商说明会，穆列塔市期望透过华明胜的好名声，能吸引更多华人进驻，加快发展。So, we're looking to attract young families, investment, international Pacific Rim investment, Chinese investment into our community. 不管是学区，不管是治安，不管是居住环境。都是一流的。强调城市发展潜力，短短几年内将迎来高速成长。穆列塔市联手华明胜律师事务所，期待更多华人进驻，创造双赢。有兴趣的观众欢迎上华明胜律师事务所官网。以上是东森新闻彭迪罗瑞琳在洛杉矶的采访报道。